二楼，嫌犯刘明玉车上有枪，未获窃的车上不知情，防止嫌犯挟持人质，本人全密集的密码进城。一组听到了吗？前面上了北三环，由南向北，我们这边没跟上，车特别多。一组在三环上，离前方车尾跟着。一组跟丢了。买的，哪儿买的？你管的？要不要听笑话？两个饺子结婚了，新郎送给客人，回到房间，看见床上躺着一只肉丸子。新郎说：“你他妈谁呀？”肉丸子说：“到底上不上来啊？脱了衣服你就不认识了。”啊！我觉得丢人，分手吧。分手吧，我前面找个地方你下去。我家人，想陪我一起死啊？能不分吗？你养不起自己，你养不起我，还是早点分。娘娘。
董，翟董，请你核对一下询问笔录，如果确认无误，签一下字，按手印。可以走了。我老公呢？10点之后来领吧。家里可能有点乱啊，我们的人查过了。你打死过多少人啊？我是警察，刘明义是枪犯。跟他说什么？我怀孕了。有事打给我。北京还有亲人吗？他父亲死了，母亲赶下美国，她丈夫通过快递贩枪，她不知情。刘明义的上线是我们一直在追的马三探。我女朋友想留在北京。六折。
喂。下多了。啊？睡了。十年都不回家，在北京住大房子，耍有钱的男朋友。你是哪个？我他男朋友。跟他说啊，骨头要找房子需要150,000，最后一次找了要，估计没关系，就当没养活他，只在外头了。你谁呀？我于苗，房贷不供了。你好，你是于苗。对，动手票。死了总得赔钱吧？我老公也死了，他那是活该。你给我出去！不给钱我哪儿也不去。你看什么随便拿吧。你把手放开。不给钱，我就捧着。
总有个说法吧。你不就要钱吗？就是钱。把这个给我。给我。不够。要不要？我跟你说，人都有脾气的。多少钱？100。这是现金。这卡里有68万。房子卖掉的钱，我会存在这个存折里。名义小时候的东西，我留了5万，有人追着要，不还不行。不要钱，还有一个名义留给我的东西不能还，我带走了。什么？哪个？张一鸣。用你100块买的，不给钱弄死你！
事。你们随便谁都比我牛逼，谁都有房子有车子。我不想，不是，傻子，从蹭光亮的车里面一出来就把我女朋友打死，你还比我委屈？要你说，你要多少钱？15万。后头那个人是哪个？认得到不？他不认识。停车。我是警察嘛。你是谁啊？马三谈。钱带没得？带了。把他也带上。付个钱，你去哪我去哪。警察啊，他不是。说实话，你卖给我老公的枪，打死他女朋友，他还是跟着我来掏钱的。出来，等等，弄死他！不要，不要！哎，开枪！不要！上车。
你这个毛不完！不要替我躲开！你说啥来？今天找我聊天，家里人请我，我很生气，跟你们讲。明天上午十点，预好登记。要是来晚了，钱我都不要了。我晓得你那人住哪儿。把钱给我，这枪归你。你小孩？你的，流产了。明天跟我去移花庄，上了马三太。马三太是谁？他想打你的那个人，打死你女朋友的枪也是他的，跟我有关系吗？想一偿命，知不知道？15万，你又不是赔不起。看看你，一家三个人。死了两个，账号发过来，先汇4万。15万你又不是出不起，哎，每两个闺女给你睡，良心都在。我当这么辛苦的也不容易，我操！吃好的穿好的，比你们不容易，骗哪个呀？啊！谁想到那么多钱啊？又不是要一
一百五十万，银行等号，马上给你们发过去。亿万富翁也没现金，好吗？要多不够钱，反正你答应过的，说还要算数。说还就还，还死了都还。钱借给谁的？平花家里要15万造房子，都不寄钱回去，让女儿白养，死外边。明天送我去玉化庄，钱算我欠你的。钱怎么给我？